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林叔比较经典的僵尸片《永区可以愈合伤口的故事》林环先生。某个村庄的财主因家里闹鬼的事情，请来茅山道士前来施法镇压闹鬼之事，摆好行头，做好法，就这样拿着一碗糯米进了屋子，谁知出现了一大一小鬼，最后因道士抵不过两个鬼，吐出了真情。原来这两个鬼是道士养的鬼，专门用来骗钱。当道士制服自己的鬼的时候，财主说不对劲，欺负我们的是女鬼。随之屋子里传来哭喊的声音，当道士进去时，一屋子的鬼围着他们打，最后吓得跑了出去。跑着跑着来到了另外一个村庄，遇到了九叔一伙儿。九叔一行人在此聚集了好多人，准备抓马帮贼一伙人。说着一行人并来到了九叔他们眼前，九叔带人就上，谁知这次人刀枪都不入，怎么也杀不死。最后九叔用血抹在刀上才制服了几个马贼。突然飞出一个女魔头，从嘴里吐出了蛆，抹在用血刺到了伤口上，立马愈合了。九叔一看此情景，立马用自己的童子尿撒在上面，伤口又裂开了。这童子尿这是无敌了。女魔头见此情景，立马撤离。这帮人原来是术士之流，茹毛饮血，吃的是五毒，喝的是露水。九叔一行人大获全胜，并带走了两个受伤的马帮贼人。次日九叔生日，闲着无聊的徒弟四眼仔去欺负正在吃饭的茅山道士。此时跟着他身后的两个小鬼看不下去了，直接欺辱了四眼仔一番。九叔听到动静并前去帮忙，一看谁知是两个小鬼，并施法将其封印在了酒坛里，带到了自己封印房里。茅山道士为了让小鬼给他挣钱，偷偷的潜入府中想偷取酒坛，不料被九叔发现，并跟茅山道士讲了很多大道理，人鬼殊途。茅山道士决定和小鬼分道扬镳，并和小鬼们道别。九叔意识到今夜女魔头定会前来救自己的同伴，并设下陷阱来个瓮中捉鳖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女魔头果然现身了，又是变蟑螂，又是变蝙蝠，又是隐身，好生厉害，但却敌不过九叔的铜钱剑，一剑刺中了女魔头的腹部，临死前说了一句话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，说完掉入了井里。女鬼阴魂不散，变成了厉鬼，找到了九叔他们一伙儿，在经历几个回合，在大小鬼的共同努力下击杀了女鬼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你们觉得林正英最经典的作品是什么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神回复，我们下期再见。